美国那边有个新招，用2000摄氏度的火焰把杂草都烧了，2天时间就能搞定100亩地。我国能不能也学学这招，让农田管理变得更轻松呢？这就是目前流行的火焰除草技术。其实啊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利用专业设备喷射。Thank you.
下期见。